2020年我们都不容易，有些东西变多了，有些东西变少了，我们好像很不习惯。哪一个是菜心啊？不是这两种。那叫我再选了啊！来，我们继续。现在是什么了啊？男女就是。却也慢慢习惯。生活总会有起伏，但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。第三题，它是怎样找出来的？明白。回去。你回去。尽管没有更多的聚会，尽管还有更多的未知，但只要彼此关心，幸福还是可以依旧。或许这一刻我们不在对方的身边，但我们还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传达祝福。Drive your ambition, Mitsubishi Motors.